这澳大利亚一只很有名的袋鼠罗杰，这月初去世了。那罗杰呢，是人称袋鼠界的施瓦辛格啊。2015年，当他那张肱二头肌突出、静脉突出、胸部突出的照片出现在网络上的时候，一下子他就火了。这照片大家看看啊，这趾高气昂啊！咱们来说说罗杰。罗杰呢，身高是大约2米，住在澳大利亚北部的一个袋鼠保护区。2006年的时候呢，保护区的管理人巴恩斯偶然发现小罗杰，当时啊，他正坐在路边死去的母亲的身旁，于是呢，巴恩斯把他带回家抚养长大了。哎呦，这小表情太可怜了哈！后来这罗杰呢，竟然长成了巨型袋鼠。巴恩斯开始在网上分享一些罗杰的照片，比如说啊，他用爪子轻松捏碎金属桶的画面，当年也是很震撼了。是啊，我觉得在袋鼠界真的很施瓦辛格了。嗯。那罗杰的粉丝听到罗杰离世的消息呢，都非常的难过。那这只很有个性的袋鼠啊，真的是给我们带来太多太多的惊喜和欢乐了。嗯。